是大草原的顺风耳，长颈鹿、羚羊和鸵鸟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听到奇怪的小声音，我会叫大家赶快跑。大自然处处充满危险，斑马的黑白条纹就是最好的保护色。当大群斑马一起移动，身上的斑纹会让敌人眼花缭乱，不容易看清楚它们。斑马会和长颈鹿、羚羊、鸵鸟等生活在一起，因为斑马的嗅觉好，听力好。大家一起生活，可以守望相助。